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动物真有趣。牙齿清洁工，太好吃了，我还想吃。你看你看，脏牙牙，快快去刷刷，刷刷刷刷，健康的牙牙。我才不要刷牙，不要刷牙牙，讨厌刷牙牙。妈妈没看见，我要躲着它。嘿，你好吗？一起去玩吧。哎呀，好脏的牙，你快快走开啦！别过来，太臭了，快跑！快跑啊！不跟你玩。
物，猜猜猜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好玩的卡片，快来快来，我们来玩动物猜猜猜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喽。哇哇，大腿粗又粗，双脚大又大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嘿嘿，一定是头大河马，大腿粗又长。不对，不是大河马。那是什么呢？让我再看一看。我知道了，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头大犀牛。不对，不是大犀牛。身体胖又胖，鼻子长又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头大象，鼻子长又长。对了，是一头大象。哇，亮亮白毛毛，转转又漂亮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只绵羊。亮亮白毛毛，不对，不是绵羊。那是什么呢？我来猜一猜，一定是只小白猫。不对，不是小白猫。耳朵长又长，白白亮又亮。哈哈，我猜是只小白兔。耳朵长又长，耶！对了，是只小白兔。脚趾点一点，爪子尖又尖。我知道，哈哈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只小松鼠。爪子尖又尖。不对，不是松鼠。是什么呢？是只狐狸吗？嘿嘿，不对，不是狐狸。条纹长尾巴，毛绒尖尖爪。哦，我猜到了，哈哈哈哈，是只浣熊。条纹长尾巴，对了，是只浣熊。家庭足球赛。真的好有趣，啊哈，呼呼，就被一脚踢进去。冒险之旅，冒险号集合！开心虎、皮皮、雪莉，我亲爱的队员们，我们一起起航，
去寻找宝藏吧！出发！出发！传说有个遥远的地方，地方很多很多很多宝藏，宝藏跟我一起起帆去远航，远航找宝藏，出发啦！我是船长，我指挥方向，往左往左往右听我讲，往右我一起起帆去远航，远航找宝藏。皮皮不是这边，哎呦，我是小小水手去远航，这边宝藏在哪里想一想，那边哈哈发现一个大宝藏，机器人开心虎不是这边，忙了。大大海怪身体长又长，大海才能去找大宝藏。有办法，跟想想谁可以帮帮忙？哈哈，谁发现了？宝藏。